江上，你可知道封神榜有何用处？有谣言说，封神榜可以驱使世间的所有他者。这并非谣言，榜上有名者都要听从持榜人的号令。有了这样的力量，便是通天元始也可以与之匹敌。这样的力量，你承受得住吗？山河社稷图放大的是你们的心魔，心魔不除。 就抵挡不了封神榜的诱惑。江上，从今日起，便由你执掌封神榜，开启封神。吕望。